真系点啊？今日嘅魔黑 world 就嚟打观众脸。咁话说咧，上一集我嘅魔黑咧就介绍咗太多嘅最强装备啦，我自己认为。咁嗰陣時咧，就有人留言話：喂，你套裝備冇高爾喎，點樣可以叫做最強裝備啊？咁之後咧，我就喺度留言話：誒，咁其實太多咧，其實佢有一招叫做建設斬啊，我自己叫反擊啦。咁其實可以抵到好多嘅招數，所以咧，如果你係長遠呢啲嚟講，你想成為一個高手嘅話咧，你係唔需要，即係一個高手係唔需要用高爾嘅。咁除非新手咧，你可以用高爾冇問題。但係我嗰條影片係講緊最強裝備啊。咁呢條影片咧就係要俾大家睇我嘅建設斬呢、這個。反擊咧，完美打呢一個嘅紅火龍。咁前提咧，只要你了解到隻怪嘅所有動作，即係你熟悉隻怪的動作嘅話咧，其實所有動作都可以用呢個建設斬咧嚟反擊曬佢所有對你造成傷害，會或者係啲咆哮嘅攻擊都可以全部擋曬嘅。咁亦都係今集太刀勁嘅地方。嗱，呢個踩咧，亦都係可以用呢招擋嘅。咁咆哮咧，佢話擋唔到，不過你不如拍條片講下。你可以爬哈挡到几多次，我就挡俾你睇。咁啊，呢条片应该可以睇到啦。咁我嘅印象中咧，我系冇食过任何一下伤害嘅。嗱，连呢个咬咧都系挡晒嘅。咁配合埋回避装衣咧，尤其犀利。因为如果我哋太刀咧用呢个剑士斩反击嘅话咧，回避装衣系会食到加攻击力嗰个效果嘅。咁啊，所以呢个配搭系非常之劲啊。咁啊，就咬多次呢度咧，我碌过，碌过咧都系可以发动呢个回避装衣嘅。咁其實咧，咆哮佢講嘅話，咆哮你可以講幾多次？其實今集咧，因為碌啊，其實係勁咗啊，所以如果你真係玩得熟嘅話，其實你碌都可以擋到咆哮，更加唔使講呢個建設斬。咁啊，同埋建設斬咧，你就算未係最靚嘅時機開到嘅話咧，你都係可以避到嗰個招，淨係咧冇到叮嗰一聲咧，同埋儲唔到你嘅嗰個斬嘅顏色向上升嘅啫。但係佢嗰個迴避嘅無敵時間其實係好長嘅。再加上22號太刀又會再更新嗰個嘅建設斬嘅時間，我諗係叮嗰個時間啦，係會比之前咧更加之容易叮到啊！咁啊，所以咧建設斬咧就係官方都希望大家係玩太刀一定要學嘅招式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如果大家真係有心成為一個資深嘅獵人，一定要學建設斬噶啦。咁因為嗰套最強裝備咧。讲紧我哋咧打到去后面都系追求一个快速屠龙啊，咁唔系追求一个稳定，咁所以咧高尔真系太刀系唔需要嘅。咁啊，如果你系新手嘅话咧，当然高尔系一个好嘅选择，因为你未熟悉只怪几时咆哮。咁但系因为今集咧啲咆哮渣咗啊，今集系易玩咗嘅，所以高尔咧喺今集尤其系唔重要。之前嘅集数咧高尔系 OK 嘅。但是你到过咗新手时期，你想劲啲嘅话咧，就去要开始舍弃呢个高尔，嚟用呢个高尔技能嘅位置咧，去换成你输出技能嘅位置咧，咁会令你之后嘅屠龙之旅咧更加之容易，更加之畅快。好啦，咁今集嘅太刀介绍呢个建设斩啦，咁其实大家玩太刀真系要练呢招嘅，今集系完全屈机，因为佢可以挡晒所有嘅嘢，唔需要其他咩特殊技能。其实长枪我自己可能都会拍嘅，但系佢系要一个防御性能先可以挡到晒所有嘢啦。咁太刀就唔需要，所以系好屈机嘅。大家中意呢条片，记得揿翻个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朋友一齐睇啊，打佢哋高尔脸。咁想睇直播嘅话，记得留意翻我嘅 Facebook， 有直播时间表可以睇翻。我哋下集再见 ，support。